洛杉矶乒乓球协会将定于9月26日星期日在 El Monte 市举办2010年南加华人庆祝十一国庆乒乓球锦标赛，并且希望各界侨胞踊跃组队报名。这是洛杉矶乒乓球协会成立12年来首度庆祝十一国庆为名举办的比赛。洛杉矶乒乓球协会会长刘旭安表示，该协会成立以来，全赖热心人士支持举办比赛及训练选手。目前在 El Monte 的场地可放16张乒乓球桌，是洛杉矶最大、设施最完善的乒乓球场。这次十一国庆杯能够顺利举办，还需各界踊跃参加。我名字叫刘旭安，我是洛杉矶乒乓球协会的会长。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1周年，我们这个协会决定以球会友这个发展促进这个侨界包括这个华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热爱举办这次这个乒乓球大赛，会举办的一个国庆系列活动。除了我们是那个9月16号的那个在 St. Gabriel Hill 等的61桌的那个桥样很轰动之外，现在我们那个9月26号有一个乒乓球的那个比赛，10月3号有个高尔夫的锦标赛，都很踊跃来参加那个侨胞们，我们非常开心，说明这个中国侨民越来越多了，我们应该多点团体来办这些好事情，让大家在庆祝祖国生日的同时呢，有个好的一个节日的气氛吧，会锻炼身体，竞技有益。